长应该管一下那个，要让台北市的警察被丑化吗？他觉得是不是应该帮那个警察讲讲话？然后甚至说，因为刚好你是过去跟那个谢长廷相当好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是不是真的有？院长确实会做这种事情，还是不会？那我跟你讲哦，谢长廷跟我交情还有私交不错哈，这个是真的吧？哈，啊，我也认为谢长廷做事不会太乱七八糟的，这哦，大家认识这么久，所以他说是这样的哦，他自己有出来澄清，哦，那一日新闻就过去了嘛。那林鹤鸣什么事都要扯到我，你知道哈？我常说，他如果那么思念我，直接来台北市政府拜访我就好了嘛。哦，啊，如果他对警察这么有意见，他现在是权贵，你知道哈？哦，要员，那直接去跟警政署署长讲就好了。所以这都口水题目了，不需要了。不过他思念我，可以来拜访我，没有问题。